了完美演绎金藏，一遍又一遍排练。在志工队伍中，可以看见好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菩萨。我就想，我生生世世要跟随上人行菩萨道，走在《法华经》的字字句句都是爱，然后来利益众生。演绎过程要保持好体力，要牢记动作，就连眼力也是一大考验，因为要认清楚脚底下大大小小的地标。演绎的地方比较慢一点，脑筋比较慢一点，但是经过这期一段时间来，让我们的脑筋比较活络起来了。又要比，又要记，又要念那个经典，想一想，这几天有抄的，不过我感觉抄了真值得啦，那我们真的是返老还童啦。老菩萨们为了把动作做好，全心投入的精神，年轻志工看了都自叹不如。我会发现，就是法海区的那些老菩萨，其实他们精神还是都很有，他们会一直努力把他们的精神拿出来，也会连带的带动我们这些年轻人。其实有些时候，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年轻人的毅力啊，还有那个先那种坚持的意念，还是没有那些老菩萨好。老中青三代志工身体力行，用心成就。单选何宇怀、黄梦晶、刘宏志华联报道。